你怎么看？就是周玉蔻数落完陈时中之后，啊，说您欺人太甚，超越人性的底线，然后要请您依农，我尊重他，不过，我对他现在去数落陈时中，我觉得有点，陈时中也未免太可怜了一点哈。选前，这样子的，说，他怎么讲的？他说喜欢周玉蔻就要票投陈时中，难道现在要变成喜欢周玉蔻票投吴怡农吗？郑重请教陈时中，你在选举的时候发生哪些事？你为什么不能检讨反省？两手一摊跑人，还有人说他要进内阁，内阁个屁啊，对不对？对不对 ？No comment。什么叫 No comment？ 你都聊了皮去支持了，好像在拳击赛上面一样，一上场就被打一拳，就一直在地上叫死人了，没出息。我郑重的向这些民进党的这些人说，你们少在那里装哭哈，装死装傻装悲哀了，站起来了，没出息的臭男人。11月26号选举到现在已经十几天了，可不可以平心静气的谈？我觉得选举过去了，可是防疫团队所做的努力，或者是真的有什么需要检讨改进的地方，应该再做一个系统性的检讨，不能因为陈时中选输了，然后稀里呼噜的就把过去完全就删除消灭掉。我也不认为政府应该这个样子啊。那这个他们在选前所质疑的东西，现在才是相关的人士，甚至于如果我是陈时中的话，我这几天的沉淀就是要写一本书或是写一篇论文来告诉大家那些污谬要还他清白啊。我个人认为选输了没有什么，但是真理是非总应该讲清楚，可是我们没有看到啊。因为指挥中心现在的卫福部的部长薛瑞元先生以及指挥官王必胜都被政治性贴上标签，然后陈时中本人呢也比较低调，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在一次选举中定调，高端贪污图利，然后无效，然后我们这些打高端的人对于国产疫苗的支持的下一步是什么呢？第二，3+11究竟怎么回事？这么简单的一个科学数据都可以澄清的事情，为什么不做一个强力的辩驳呢？至于其他的这个疫情上的疫苗的买卖啊，那 BNT 本来就没有挡啊，那慈济的那个执行长乱讲话，也应该叫慈济的执行长出来做说明啊，为什么这件事情到现在就这样一头就栽掉了，然后大家就忘记了？这个是我觉得很不以为然的。我觉得指挥中心跟呢防疫的相关的同仁更应该在这个时候要求陈时中积极的站起来，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还历史公道，否则的话我们的防疫就在一次选举里面被打到趴耶。你不觉得我的看法有点道理吗？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对于防疫的攻击呢，官方的回答大概没有办法完全消除民众的疑虑，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你就去查出来为什么？我们自己知道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就好像被一直不停的泼山水。比如说，这个要公布疫苗价格，公布疫苗价格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会公布疫苗价格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什么事实吗？可是这个是商业机密，又不能公布。在我们在签合约的时候，大概几乎所有的疫苗合约，因为他们会有商业的考虑，疫苗厂，所以他不希望你的各个国家去互相比较，或各个那个买家会互相比较，他一定价钱会不一样，所以他都是秘密。最后我们的回答就是这个必须保密30年。这样的回答呢，当然就是正确的回答，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公布，除非我们去得到那个卖家的一个许可。但是这样子的过程会让很多民众就觉得说，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为什么你不要保密？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政府这个问题需要沟通，否则你这个政府的公信力还是在被质疑当中。这些事情不因为陈时中选输了或是蒋万安选赢了就结束，政府单位或者是指挥中心或是防疫的这些相关的高级的这个领导人应该在事后才要解决这些问题啊。如果你们就这样子稀里哗啦就结束了，对得起这些支持防疫的人吗？陈时中好说还是有
31.94% 的这个得票啊。那我们的防疫在国际记录里面能够因为陈时中选输了然后就这样噗就挫败了吗？我积极劝告或者是建议陈时中部长，你现在应该成立一个办公室，把所有的问题找所有的科学数据或者是专家人士，把你们所受到的委屈跟你们所受到的抹黑全部做一个说明。你不能够因为保密三年，你自己讲话讲错了，你讲了保密三十年结果就被封存三十年，结果被这个扭曲成为保密三十年，这些事情都可以个别检讨。哎，李医师，我从政治媒体或是媒体报道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事后来看这件事情，就是陈时中跟他的竞选团队错估了人民的解读的能力。我们不能怪人民，因为人民不是高级买家，对不对？人民是每一个生命体啊！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就此罢手。对，就是说我们也是要考虑说，下一次大流行又来的时候，是不是又会有这样政治力的干扰？因为我在那个2009年 H1N1 新型流感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讲说，这个政治过度介入对防疫是有负面影响的。可是政治过度介入这是一定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化除啊，李医师，你们这些专家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空间呐。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不能够不会取消的，不会不见的，所以你要面对政治力介入跟防疫，还有什么买疫苗这些事情的，找到一个最佳的这个平衡点嘛。否则你每次讲政治力介入有什么用？啊，这就是很困难了，就是。你这次的疫情快要过去了，那未来一定会再来，一定会有一个病毒突变的疫情又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或许是突变的流感。那我们可以预见说，到时候又会开始国产疫苗被骂。每次有一个新的突变病毒出来，我们国产疫苗都被骂，这个是非常不被扭曲的一个现象。2009年国光的流感疫苗被骂，现在是高端的流感疫苗被骂，都是执政在野党，当时的在野党拼命的去批评疫苗啊。所以我们其实你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一个台湾的那个政治呢，他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看防疫，也不能够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看国产疫苗，他们只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去批评，而不是基于学术上的真理去批评。郑重请教陈时中，你们这个竞选团队，你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你在选举的时候发生哪些事，你为什么不能检讨反省？两手一摊跑人，还有人说他要进内阁，内阁个屁啦，对不对？对不对 ？No comment。什么叫 No comment？ 你都聊了可以去支持了，那么多人去支持他。你竞选团队发生什么事，你就听命几个人，然后那几个人说尊重陈时中，陈时中说尊重他们，所以呢就变成两头空。我觉得这不是我讲话只讲50%，另外还有50%再把我惹火了，我全部讲出来。我认为这些影响不是只有陈时中的，是整个台湾，就是你就全台湾都在爱与包容啊。全台湾这个得票率就是会偏的，可能好几 percent 被打成这样，在好像在拳击赛上面一样，一上场就被打一拳，就一直在地上15、16、7、8这个19、8、7、6、5、4、3、2、1都爬不起来，笑死人了，没出息。我的电台是我的评论的时间呐，李医师是我的好朋友，我郑重的向这些民进党的这些人说，你们少在那里装哭哈，装死、装傻、装悲哀了，站起来了。没出息的臭男人，